亚三天，开始。亚三天，维嘉说：“稳住，反正我们不动，他们也过不去。”咋这么多招呢？预备，开始。亚三天。哎呀妈！好，第二组过了。接下来就看马可和蒋欣能不能稳住最后这两步，如果再跌回到原点的话就没办法了啊。预备开始，亚三天，如果再跌回到原点的话就没办法了啊。掉下来的那一刻感觉都快毁灭了。好，开始，亚三天。好了，来吧，接受惩罚吧。剩下的其他的，我们的三组选手加上我们海涛。哇！这个我们是这是什么？人脸上一个没有你，你是受惩罚的。丽颖特别自觉的过来拿了一个。加黄哥吧，好嘞，来，女生可以加丽颖啊。但是我想加丽颖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怎么那么狠心？不行！哎呀，好哥，好来准备啊！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走！哎呦，走！好，大家很手下留情，真的是非常温柔的剧组。对。